刚刚从家乐福回来，这个是今晚的重点，就是吃这个，然后吃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吃，我猜了，哎，这个一定好吃，这个是明天吃的，哎呀，想起都开心哦，哦哟，感恩啊，谢谢老天爷，哎，这个是越南的，我们没有吃过越南的，对啊，我们。就是泰国，试一下了啊！榴莲，哇，这个足够足够，好吃。